消息来自大拿丁的消息，元宵的老日在大拿丁开，大拿丁109年元宵彩灯会庆团圆晚会3号暗时在运动公园举行，吸引大约2500人参加，大家热烈的参与彩灯会以及舞彩活动，也還有金瓜节舞的表演，共度快乐的元宵节。大拿进入幼儿园，小朋友跳着迎新年舞蹈。星河幼儿园的中古节日庆元宵的表演是精彩热烈，也随着财神爷的降临带来年节的气氛。大拿镇庆元宵镇长甘志伟甲来宾做伙点灯，象征德旺大拿金厝迎春的魔球启动，光芒四射，无人机也降临，抛下国泰民安。定温清凉的春联彩纸，让大拿元宵夜更显得灿烂辉煌。暗会有乐团表演，以及彩灯谜摸彩活动。紧张刺激的彩灯谜抢答受到乡亲的喜爱，主办单位也收集到去年的题材和大拿风物美地，让民众做足功课，有备而来。大家举手吸引到主持人的注意，要来搭到20道的谜题，过程是紧张刺激。安尼的元宵节文化也兼顾了知识性、娱乐性、趣味性。另外一项就是摸彩活动，丰富奖品有55型的电视，也佮有气炸锅等等的礼物，让民众充满着期待。得奖者也非常欢喜，象征新的一年有了好彩头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大拿镇采访报道。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，但是不必恐慌，防疫有3手：拱手、不握手、勤洗手，做好自主管理。如果有发烧、咳嗽、流鼻水等症状的时候，尽速就医，并且尽量不要外出。如果一定要外出，务必戴上口罩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。防疫需要您的配合与参与，让我们一起为所爱的家园尽一份心力，让疫情趋缓，大家安居又乐业。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，大家要记得这些习惯：量体温、勤洗手、减少触摸眼鼻口、避免出入公共场所、拱手不握手、发烧、咳嗽、流鼻水请戴口罩。防疫工作大家一起来。